小米拉，早上好。早上好，好久不见。你们好，你们好吗？你好，我很好。你好，我很好，你呢？我也很好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沙米拉。我叫穆海明，你呢？我叫娜迪亚。你们忙吗？不忙。你住在哪里？我和大姐住在邓家楼。你们呢？我住在碧里。我也住在邓家楼。你的家有几个人？我的家有四个人。你们的家呢？我的家有十个人。十个人。你的家有什么人？我的家有爸爸妈妈、一个姐姐和我。你们的家呢？我的家有爸爸妈妈、三个姐姐、三个哥哥、一个妹妹、两个弟弟和我。我的家有爸爸妈妈、四个姐姐、一个哥哥、两个弟弟和我。那莉亚小姐，你的妈妈是老师吗？不是，我的妈妈不是老师，她是家庭主妇。那莉亚，你的兄弟姐妹结婚了吗？我的兄弟姐妹还没有结婚。你们的手机号码几号？零一四三零二九八七几。零一一二九二五九四五六。你的手机号码呢？零一七二六九六七三二，你们，我要上课了，再见。好的，再见。好的，再见。